这边就有一朵。哇，你们瞧小娃，全是大龙，就是俩灯灯笼。哎呦，嚯，有虫！有虫！吓我一跳，有一个虫跑了，好像是蜈蚣。吓死我了。这种能吃的野生菌的话，一般昆虫、蜈蚣都喜欢吃。哇，这边也有，来，过来看，这里也有，嗯，这边有，那边又发现了，听说。这边又有一个大脚菇，多爽！看，哇，看，好爽！哦，嗯，再到前面看一下。啊，怎么了？哦，又发现一朵。哎呀，这朵也很漂亮，看见没有？哇，哎呦，哇，真正的大脚菇，太过瘾了。这里很多，我老妈那边也找到了。再过来看，哦，还有，快，运气真好，看见没有？运气真好。又是一朵大脚菇，你看。前面那配置多棒，你看。哇，真可惜啊，这朵已经烂了。嗯。时间太长了，已经烂了。你看。真可惜了。嗯。啊。哦，这边还有。你看。可惜也坏了。我老妈刚才在那边发现一朵大的，哦，这边也有，嚯嚯，这朵大的，哇，可惜都有点那个烂了，有点坏了，真可惜，早点来的话就好。这朵大不大你看这朵还漂亮好大一朵哦，好大呀！我真的是啊，我捡到贪赚的心人给我捡到，哎呦，我这边还有，哇，太多了这个地方。这多少哈？这多少？哦，快死了，那虫吃掉，真可惜啊，已经被虫吃了，你看都坏了。虫吃啊，吃的呀。哪碗哦？嗯。哪碗？虫吃完。哦。这边还有一朵，看。你看，这些能吃的菌子都会被昆虫、蜈蚣吃的。你看，全是虫液。刚才吓我一跳，我看见这个菌子里面有一个虫。看，哇，太过瘾了！再到前面去看吧。哇塞，这边又发现两朵，快来，特别过瘾。你看，长得特别好。哎呦，我都舍不得去摘它呀，看着很好看。看，一朵在这里，看见没有？一朵在这里，这朵看见没有？哇塞！看，根部长得多好呀！你看，哇，可惜都有虫眼，你看都被虫吃了。你看。这朵
也非常漂亮的。哦呦，好像有虫。哎，有虫，看见没有？哇、哦！在，你要等到。这些菌子都被虫吃了，你看。好像都。你看，这个虫里面有虫。哇，这，看一下还有没有。嚯，又发现大货，看，嚯，这多漂亮了，你看，哇，真正的大脚菇。啊，有虫咬，有蜈蚣，小心点。你看，有虫眼了、啊，我估计应该有虫在吃里面的菌子了，小心点，不然被蜈蚣咬到就麻烦了。哦，看，多大一朵大脚菇呀！太爽了，捡到哈！嗯，看，捡了这么多了，真过瘾。继续再捡，一会儿就可以收工回家了。这些都是今天刚捡回来的菌子，啊，全是大脚菇，现在做来吃。啊！好多虫，你看，哇，怎么这么多虫呀？两条虫，你看。嗯，就在这个里面，你看还有小的，你看。我去，这种虫吃的镜子，大家一定要小心呀，不然被虫子咬了就麻烦了。你看，吓得我老婆立马后退。你看，这个菌子不能吃了。这个有虫眼，掰开看一下有没有。你看，又一只大的。你看屁股要夹人的，啊，屁股，哦，你看，哇、哦，千万要小心啊，不然一会儿把虫、这个、看一下这个，一会儿把虫煮来吃了就麻烦了。这个没有，这个呢？哦，你看，都有，你看一窝，来，小的这一窝小的，好、哦，这些菌子都不能吃了，你看有虫的，我去，这个菌子洗干净了，现在在切片，切成片的话，用来炒的话。非常入味。中年老板嘛，真的，你先说我，我爸这办事就跟我那个，工资只要起。吃菌子的话，一定要这个姜蒜一定要多，看见没有？这点蒜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少了。不过我们家就只有这点那个姜了，还有蒜。这个菌子太多了，锅太小了。现在菌子已经熟了。青椒炒的这个野生菌味道非常好。这个菌子做好了，现在准备吃饭了。帅啊，最香最香的。
菌子也差不多吃完了，你看，真好吃呀！自己捡的菌子就是味道不一样，新鲜，特别甜，入脆。好啊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